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然后可以抓那个梦幻的，可是他要开摄影机啊，我对着墙壁抓、哦。嗯，哇，这样应该不会拍到什么，还要有隐形哦，他这次不会逃跑啊。这摄影机好像不能关掉，对不对？哦，梦幻，我刚才是讲超梦啊！啊，忘了丢那个，哎、欸，那个叫什么？凤梨果，哦，这次爱屋应该没很好吧？好，普通。那这个是那个，那什么来着？幻之宝可梦线中第七阶段的奖励吧？好像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，哎呀，怎么没有跳经验指数啊？好，那这个就解完了。那我的那个图鉴的话，第一世代的还差一些，三地鼠，还有这是什么臭臭泥啊，还有什么贝的，还有这个是啥代兽。肯泰罗，哦，像第一世代的图鉴差不多了啦，就代兽跟肯泰罗比较难搞，其他应该进化一下都有。好，那差不多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